么这样一来，楚国人的态度你看他怎么办？他要接受齐国、秦国人的面子，准备撤兵的。但是自己的两个附属国被人给消灭了，咱面子往哪搁啊？不能撤，不能撤就对了。这就是晋国的希望。那再看齐国和秦国人的态度呢？一句话，喜怒怒完。喜怒，喜欢贿赂，喜欢重礼，喜欢谁的重礼？宋国人的，喜欢这个重礼。怒完，怒是恼火啊，恼火什么？恼火楚国人的固执、顽固。我们请你撤兵，你不撤兵，能无战乎？这样一来，还能不打仗吗？要打仗，齐国和秦国站在哪一边？站在咱们晋国、宋国一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楚国不买他们的账。他们请求楚国人撤兵，楚国人不撤兵。楚国人为什么不撤兵啊？是我们把楚国的两个卫星国给灭了，所以这一招很高明。晋文公就照着办了。这一办呢，楚国的国君就是楚成王。楚成王实际上是一个有实力的做霸主的，就是没有这个霸主的名号。他一看这个形势紧张不对，马上亲自动手，动身，入诸于申邑，到那里去指挥前线指挥，发出的命令是都撤兵，使子玉去送。说子玉啊，从宋国撤出包围，就得带回去。这个子玉呢，正在气头上，咱楚国的盟国被灭了，我现在带兵回去啊，不干，他不想退，不执行楚王的命令，因此他就向楚王直接请战。他请战的时候，他说啊：“非敢必有功也，愿意见之惭特之口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不敢保证一定打胜仗，我只希望通过这一仗打下来，堵塞了一些国内说我坏话人的口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子玉在国内训练军队的时候啊，一个早上亲手鞭打了7个士兵，还把两个士兵绑起来。一个将军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士兵呢？士兵犯了错误，用执法的军官去处理，哪有你这个令营统帅去亲自处理的？所以就有人从那路过啊，一看到这情形，就说子玉这人不能带兵，如果让他带兵，会败国殄民，让国家、让百姓遭难的。这是他的政敌说的话。那么子玉说，我现在打仗要打这一仗，我不敢保证打胜仗，我只希望我打一仗显示一下我子玉能不能带兵，能不能打仗，堵住了一些政客们的口。当然楚成王一听这什么话，非常恼火，于是呢，你请求增兵吧，我给你增兵啊，增的很少。那子玉一看呢，我本来想多要点兵力，给了这么一点，这个无助于事，所以他也不想打了。这仗怎么打？自己的国王不支持，对方把我的盟国拉走了，不想打怎么办？就派了楚国一个大夫叫做渊春，这个晚字要读作渊春，到晋国军队里去和谈，咱不打了，要和谈。那么这个渊春呢，去了以后就代表子玉啊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，就是说，请贵国，你们晋国，把那个曹国和魏国恢复起来，土地已经给他取消了，现在还给他们。说我呢也做一件事儿，我就从宋国撤兵。所以这样一来，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，但是。晋文公的舅舅，那个胡偃字子范的这个人，向来是心急口快，马上就嚷起来了，说子玉无礼哉，这个子玉无礼呀，你既然无礼，我们不要失去机会打。这子范呢，就是为打仗找借口，一横说我要打，竖说我要打。但是元稹比较冷静，元稹一想呢，子范说的完全没道理，所以元稹说答应他吧，答应元春吧，我跟你讲什么叫礼。他现在要从制定礼的目的出发，
来解释什么是理，定人之谓理，就是使人安定的一切措施就叫做理。楚国一句话是三个国家安定，我们说一句话三个国家都灭亡，你想想谁符合理？那人家楚国人合理，三个国家都安定都恢复，我们一句话继续把他们灭掉，我则无理可以战乎？我们竟然是无理的，那么我们凭什么作战呢？所以这让子犯听起来呢他也能够接受，本来我这话说的就不对啊，你这一讲出来倒是我也能接受了。那么接受了这仗不打了，咱们就接受楚国的这个和平建议，恢复曹国魏国，从宋国撤兵，那咱们当霸主怎么当法？因为这个霸主非当不可啊，要当就得打仗啊，不战是不足以称霸，好战则不足以举威。你不打仗没实力怎么称霸主？但是你好战你怎么有威信？所以说这个仗还能打怎么办？